游戏新干线代理的可爱冒险手机游戏《底层守护者》即将在10月初在台港澳三地正式上市喽！玩家们除了可以找朋友组队挑战之外，还可以进行 PVP 战斗等等的哦。这么丰富的内容，大家千万别错过喽！《地层守护者》是一款主打可爱风格加上地层冒险要素的角色扮演游戏。在游戏开始时，可以选择狂剑士、暗杀者和魔导士这三个职业，每个职业都有3种不同的技能以及一个回避技能。狂剑士操作较简单，适合新手玩家使用；暗杀者有着高机动以及爆发性伤害，适合操作较熟练的玩家；魔导士非常走吃位和指向技能，要对游戏操作有十足的掌握，才能发挥出惊人的威力。游戏中有着单人模式和多人挑战关卡，也可进行 PVP 厮杀对战，完成这些模式都可获得相对应的奖励哦。手机游戏《地层守护者》即将在10月上市，快呼朋引伴来玩吧！